是说话好。犀利只有与发言权没有但定权是吧？犀利是最大的，对，上吧。好。Yes or No 游戏规则：比赛共三轮，前两轮进行组内 PK， 获胜者将晋级第三轮。两人面对面坐着，每人胸前各拿自己的题词板，上面是该人要猜的人物或者事物。彼此先告诉对方一个大概范围，每人可问对方一个问题，另一人只能用是或者不是进行回答。率先猜出答案的一人即可获胜。获胜队最后与 MC 进行挑战，若挑战成功，即可再次获得玩偶一只；若 MC 获胜，则从其余两队分别获得玩偶一只。姐姐是吧？他也想出来啊？你这笑的有点尴尬。然后你就放在那个，对，放在桌上。他们的笑有点，他们有点阴森笑的。然后崔琦拿起来，那我可以看他的对吧？可以看他的。我们看。你们笑了。好的，来换着。是人吗？是。牛逼！我们其实好想说一个，可能是吧。是人吗？我觉得这个人可以走火入魔的那种吧。这个、是男的吗？瓜的。是。爆米花。还可以走火入魔。男的还有可能不是人。是我们公司的吗？我觉得是女的吧。他是谁呀、啊？是。是我们公司的。我们公司。哪有这个人？不要把他们三个眼睛蒙起来。眼睛蒙起来，三个演戏演得挺好的，给你蒙上了。不对，是嘴巴，嘴说错了。蒙起来，问我干嘛？是我们公司的吗？是，摄影的吗？是，是高的吗？这个问题有点难。你安静。是真的拦住他了，因为你这个问题很，就是他很难，很为难的。那我这个就靠着我自己的心理来说了呗。那我可以换一个，我可以换一个吗？不行。好，靠着我心理来说，不高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好得罪。来，我问了，是女的吗？不高，不是。啊？你告诉我，不是我。不是啊。你可以去颁奖了，我跟你讲。我们的演技该上线了。是男的，还有可能不是人，不高。不是人。我觉得他们两个有点把对方混了，已经。你不能没有我说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要相信群众的眼，那不是嘴巴。听他们乱说，他在乱说。旁观者清。是录音的吗？宣费。是录音的吗？今天吃的啥呀？小番茄，你的小番茄兰花指翘得有点高啊！你的那是个男的，我的向日葵是吗？哈，摄影的不是摄影，他丢了我的向日葵，大的男的摄影的只有一个呀，好搞笑！对啊，不止啊，只有一个，不要干扰他，那不是吗？哪是啊？那个不是吗？就那一个吗？前面一排都是摄影。再说，就用这个把你的嘴巴给你。敲烂，扎，是录音的吗？是吗？是吧？我知道是谁了。这个老师，但是你要把你题词板上的四个字说准确。你们暴露了，是四个字。四个字，是我说的。我不是我说的呀，是他说的。愚蠢，一奥老师，你得提醒我这几个字，我都提醒你了。接近了，接近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不管，我有了，真的。我也要放水，我是该我问你。你问，是四个字吗？是，他好不屑啊！在看啥？看掉了是。我这就是吊老师录音的。对呀，你没说过呀？你那三个 B， 我在帮你们。好难受，好着急，好焦虑。天啊，我，我们在背后已经过了三个世纪，你还能有四个字？四个表情。你可以问他问题。现在身上只有你来问个问题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白眼教主。不一定啊，你要等他问你再问。随便问一个嘛。刘仁宇。不是，这么高。他已经算问了我吧。我没问。不是，他们点头了。是。该我问了。我问了吗？我问啥了？他说刘仁宇，我说不是。白眼教主吗？你猜。
我赢了，有点相似，相似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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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呀？教徒，草莓哥哥。教徒。遮着呢，啊！我觉得这个也蛮难猜的，太简单了啊，蛮难猜的。那边的姐姐，请你不要笑。哎呀，是张敬轩吗？不是，是吃的吗？好吃啊，好吃，是吧？不是的吧？不能说谎，这个不是。嗯，要真实的回答，要真实的回答。就闭麦。虽然是说可以用自己的内心。来决定他是或者不是，真心的觉得他是这样的，想用邪教。来，该我问啊，对不起，你一直在干嘛呢？我在听你说话。嗯，是人吗？嗯，是。啊，对，他们两个好旷哦，都不知道该谁。该我。是吉利吗？他呀，他游戏结束了吧？你是怎么想到的？非常，我第一时间都想刘仁宇呢，因为他问我啊，他问我他的是不是张敬轩，他这样问我，看他第一反应，我会也会问我的是不是吃的呀，就这样就会反过来想啊。对，我就是想别人问的，是吧？我们两个刚刚就找到这个规律了。他是人吗？这个问题绝了！这个表情，这个表情难到我了。哇，就很自然，就是表面上那样。那他是人吗？他是啊。好，他三个字吗？是。他三个字吗？是。他是吃的吗？这个是啊，他是我们三个假笑对方男的吗？啊，好难啊！你问的问题都是考对方的，这个真的有点，你这个有点，你要快速回答，怎么回答？你这个有点深啊！哎，好分别的，连我都啊，我怎么回答？你可以让啊，不行，不好意思啊，呸，不是，我说他是吃的吗？你说的是什么？是哎，原来我把你，哎，原来我记性不是最差的，放心了。大猪蹄吗？大猪蹄，三个字啊？你想大猪蹄上面绝对有个字。大猪蹄的。是在我们周围吗？这个非常形象了。是，你有针对意识，遍布你的身边遍布都是。你闭嘴吧你。美女吗？太花花草草都是，对不对嘛？哦，是布朗熊吗？吗？不是。我为什么思考这么久？不是。你刚才问他是人吗？你问他是熊吗？哦，对哦，解读了，不行。哦，对，他是个人哦。那布朗熊，我就这个问题已经问掉了。有个品种可以吃它，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吧？在。它既然它是个人，在我周围又遍地，那为什么你回答它是个人的时候这么会犹豫呢？回答。是小黄鸭吗？不是。我与你好难啊！擦肩而过。我的妈！我与你擦肩而过。可是你有啥呀？完了。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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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遍地都是，那你觉得像性别不明、草莓哥哥那种，他已经是个摄影师的那种形象，就是哇，他是个男的，是不是男的？
你见这里面有女的吗？摄影师，那不是吗？他是 PD 呀、啊，又在质疑他的性别。他是 PD 呀、啊，他兼职摄影师，好惨啊！大家，他就跟去年在拿恐怖箱那次一样，急得我生活不易。抽象一点，不要那么文艺。他是兔子吗？不是，抽象一点，不要那么文艺。他是 ETM 吗？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 E T M 三个字了，已经。就是他是 E T M 这个集体吗？哇、哦，很难。但是你不觉得这个都很符合刚才所说的一切内容吗？就是你可以加四人 ，E T M 四人，里面都是人，遍地都是。不确定男女，有道理。你抽象一点，那种抽象。这个不是很抽象吗 ？E T M 它比较正常。他还是很文艺，对他很正常。你题目还正常，我怎么猜到呢？哎，你就是你变态一点，你傻一点，你用傻的那方面想，傻，你就是个傻。OK， 你这个游戏绝了，你方向是对的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跟你们还就是再换一个，一个很变态的种类。是不能熊吗？哎，不是。哇，你也怎么了？我听到你说的什么了？我啥都没说呀。我说你品种是多样，一个很变态多样的一个种类。我都说到这儿了。对啊，品种要多样。是250吗？我还3600呢。哇，48000了。它就是个种类。是啊，性别不明。再可爱一点。可爱一点。就是。好了，又该你了。纯真一点。他问了啥呀？是250吗？那你可以，你就像刚才回答那样，方向对的。对。哦，不能，好像是 yes or no。对，没有 your。哦，你先回答他 yes 还是 no？ 问了啥呀？250吗？好呢，没有这个。哇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啊，这里面知道是什么啦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小黄鸭。不是，我刚不是猜这个吗？没有最后机会，是小学鸡吗？我。你说的是小黄鸭，你一直在问是小黄鸭吗？这个是小黄鸡。哎，我之前说过小黄鸡，你说过小黄鸭，小黄鸭。你当时说小黄鸭时，我整个人都，我以为我说的小黄鸡，我差点，然后我就本身否定了这个。是小垃圾吗？我以为我说了。恭喜小黄鸡队获得玩偶一只。哇，这个来的太不真实了，快快。快，我来速加速决，快！我刚才在那儿，我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等了好久好久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跟大家展示一下，给后人看一下。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！哎呦，就是。好，那先由先看取文。过了过了。拿反过去点，反过去。对。两个字吗？不是。两个字吗？不是。是人吗？不是。三个字吗？是。三个字吗？是啊。是动物吗？不是。可以吃吗？是。可以煮火锅吗？可以啊，是。干。它的颜色是固定的吗？哎呦。难说，就是在没有其他的那种污染下，颜色是固定的吗？嗯，是。你喜欢吃吗？我哪知道？哦，对不起，你喜欢吃你都不知道？我以为你在问我，你喜不喜欢吃？哦，你是不是喜欢，还是你是不是不喜欢？不是，你是喜欢吃吗？不是，这个吃的好难猜呀，想想你们要。外面寻找答案，肉眼可以看到的答案，而不是内心。哇，说得好深奥呀！哎，我在说什么？我都没懂。猪蹄子，肉眼。哇，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想不出词儿了，因为一片空白，我觉得。肉眼，肉眼。你的答案不能用肉眼看。它是口味很多的吗？可以做出的口味很多的吗？好像什么都可以啊，是，它是可以加方便面里的，是，笑容逐渐变态，绝了，它是
狗能吃的吗？是。狗能吃？狗能吃的东西多了去了。狗能吃吗？它是火腿肠。能啊。是。哇，厉害。你想吗？自己的答案自己看不见，对方的答案可以用肉眼看见。因为我真的很少吃这种东西，我就完全想不到。赶快把一劈来一点！哇！学着点，什么叫速战速决？哇！你看，真的是对手的问题。至少 MJ 输了这次。对，终于还是搞输了。对，就是已经获得是吧？终于没有按下操作了。我这关是赢了两次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对于我这一轮来说，我觉得我有点不公平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，比这个难猜。我也不吃这个啊。不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啊，看好吧，这个公平公平。好，你有火腿肠的话，它有几种颜色？刚刚那一句也对我不公平。我吃的火腿肠就是黄色的，是吗？火腿肠有黄色的，对，所以他说是的时候就，就是我尽量的在猜，但是我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OK， 这轮游戏到此结束，让我们进入到下一局。好，还有下一局啊。